手一碰坐垫，差点烫到，比桃恰羊鸭热到爆，让人吃不消。对爱骑 U bike 的铁马族群来说，也是煎熬。我比较小心这边。这边比较烫、因为都是黑色的所以把手你觉得也要留意。有一位叫单车租借站，多半设在路口人行道，烈日当头，太阳直射，坐垫温度有时会飙到60-70度，街上铁板烧上炙烧，对穿短裤短裙的骑车民众来说，根本就像是在烤肉。没有啊，一样拍一拍，然后就还是照骑了，反正跟你骑摩托车停在外面一样啊。就像骑机车一样，不少人会拍拍坐垫。它有些地方很热呢，可以到60度呢，拍一下看会不会比较凉。好，实测大白天坐垫大约在55度到60度之间，拍一拍确实会降个几度，大约变50度上下，稍微好一点点，掉个几度而已。有人会选择树木遮蔽下的微笑单车，但有时有车借就偷笑，连选都没得选。我应该会用湿巾稍微擦一下，让一下降温，这样用湿巾去降温的话，它效果会更好。太平洋高压持续笼罩下，气象专家就发文指出，台北市历史高温记录是39.7度，发生在2020年7月24号。原因不外乎盆地地形不容易散热，以及热岛效应加起来导致。今年热得特别早，台北车站有无机会再刷新新纪录？会不会冲破40度高温？应该很快就会有答案。东森新闻张成练志豪在台北采访报道。